欢迎回来。最近冰桶挑战的公益募款活动蔚为风潮，许多名人都响应，而且把他们的好朋友们都一一拖下水。今天华人演艺圈的天王刘德华、周杰伦都以行动相挺。第三个是亚洲天王周杰伦，记得还给我。一二一举扛下冰桶往身上淋，没错，再看一次，清楚听见冰块落地声。天王刘德华帅气倒冰水，完成任务再高喊：希望所有世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天下都没有，谢谢你们。接到刘德华邀请，周杰伦早有准备，唤醒大家对渐冻人的支持和关心。对，我先讲了，被泼水不是就不捐钱了，我还是继续要捐这样。然后那个点名的人呢，就是有方文山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那下一个就是一个团体，五月天，有五个人。话还没说完，来不及心理准备，工作人员立刻倒冰水。不过早就全副武装，戴上黑毛毛的周杰伦根本没有再怕啦。换个镜头，有亚洲小天王之称的林俊杰，同样被妥冰块下战帖。九令、蔡依林、王力宏、陈奕迅 ，and 阿比巴、王国安，一样话没说完，马上被淋得哇哇叫。低下头，忍住情绪，最后微笑对镜头。You have 24 hours. 来了，确定你要两桶吗？等一下，这一桶你喜欢的。接招的陈奕迅好像有点紧张的不知所云了。不过他是目前众男星中最威猛的一位，一次挑战两桶冰水，原先保持的绅士风度一样在冰水淋洒后哇哇叫，身体抖个不停。不过看在伊森最 man 给个赞，快快擦干身体，别感冒了。被伊森点名的艺人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谢霆锋、马牛顿、范晓萱 ，and 100%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